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阿 Yan。呢棵蝴蝶兰咧新买翻嚟嘅，佢花冧仲有好多，大概打开咗三分一嘅花冧。寻日先买，咁佢而家嘅状态非常好，暂时所有花冧都响齐度。拣蝴蝶兰咧，其实尽量都唔好拣话啲花未开嘅。即係話所有花冧都未開，咁佢就屬於比較生嘅植株啦。咁想穩陣啲，佢開咗幾朵花，咁你就一來係睇到佢嘅花款啦，二來就係話起碼佢嘅花已經係比較成熟。咁當你買咗翻屋企嗰時，燒花冧嘅機會亦都會相對少啲嘅，因為太生嘅蝴蝶蘭咧。佢嘅適應能力係比較低咯。咁而家我買嘅呢一樖熟口熟面係咪？就係香檳金嘅嗰一隻品種，因為之前我買過一樖同款嘅，亦都有同大家分享。咁今次我又買翻同樣一樖，亦都係同一間鋪頭。咁佢啱啱尋日落貨，好大批貨喺度。呢個品種亦都有好幾棵，亦都有好多個品種，咁所以大家放假，如果附近有一間 Vets，咁就可以去行下，睇下有冇自己嘅心頭好。其實喺鏡頭底下咧，睇呢只花嘅顏色唔同我真實睇嘅，鏡頭底下睇落咧。係偏粉紅色，淡淡地嘅粉紅色。同埋咧，我肉眼睇咧，佢嘅黃咧係好黃嘅，亦都係比較鮮豔嘅一隻香檳金。咁佢兩枝花梗，花梗亦都好長啦。好有氣勢嘅一樖蝴蝶蘭，佢有一個似花芽，一個似花梗。其實有幾樖咧，佢嘅似花梗唔止一個，但係咧相對嚟講葉就比較少。咁我揀咗呢一樖，睇下佢嘅植株幾強壯，好長、好粗壯嘅。花梗，咁葉我都仲未曾清理，但系佢已經係本身好油亮、好靚，佢嘅葉好多。揀蝴蝶蘭咧，除咗講花款之外咧，最主要就係睇佢嘅造型夠唔夠齊整啦，睇下有冇燒花冧嘅出現啦。或者啲花提早凋謝，咁如果有呢啲問題咧，就要認真睇下佢嘅葉同埋根有冇出現問題。通常如果啲花睇落唔夠精神咧，好大機會係佢嘅植株本身出現咗問題。咁所以睇花之餘，亦都記住要觀察下佢哋嘅葉同埋根有冇問題出現。咁就係喺呢間公司度買啦。上次買過棵都係呢個價錢。如果有會員卡嘅話咧，佢有9折嘅。咁不過會員卡就要每年都要俾會費。咁佢而家喺樹皮上邊有啲青苔，嗰啲根上邊都有。其實我覺得咁樣好靚，亦都證明佢好健康。能夠接受其他嘅菌，仲有啲蘑菇仔喺度，呢棵花真係好豐富嘅。咁佢嘅根咧，喺呢邊睇就唔係太理想啦，但係呢邊係有好多好健康嘅根嘅。佢而家嘅植料就比較濕啦，所以擺咗一晚之後咧，裏邊亦都好多水氣喺度。通常新買翻嚟嘅蝴蝶蘭咧，如果咁濕嘅話咧，
我都会采取将佢嘅植料部分倒出嚟。咁，寻日返到嚟就未做呢件事。我或者试下将佢摆响佢个盆底下边通风嘅地方，然后开风扇嚟吹下佢，等佢里边快啲散咗啲湿气。咁亦都系一个解决嘅方法嚟嘅。蝴蝶兰佢嘅根啦系比较粗。里边系储存水分同埋营养啦，所以如果一旦佢嘅根有损伤，遇到细菌就好容易会烂，所以蝴蝶兰通常比较容易烂根，就系咁原因。佢嘅根都好嫩绿，而家最大问题就系植料太湿，咁想办法解决呢个问题就得啦。之前咧同款嘅嗰棵喺呢度，我已经将佢换咗植料，换埋盆，里边就系通常用开嘅嗰啲植料，我将佢全部混合起嚟，睇落好复杂，有珍珠岩啦，少量嘅水苔啦，树皮啦，仲有陶粒啊，个盆底就放咗啲石仔。最主要就係增加佢嘅重量啦，唔使失平衡啦，亦都可以防止有積水接觸到啲根啦。咁暫時咁樣種咧，現時咁樣種咧，其實已經種咗有差唔多1個月噶啦，所以可以講話佢已經適應咗。咁我暫時就未試過淋水落去佢嘅植料度。暫時未試過，咁平時就只係用麥葉嘅方式嚟到施肥同埋提供水分。咁呢棵都好好，係之前買嘅。幾耐我都唔記得啦，因為佢原本嘅花開完之後呢，佢又生咗2個花冧出嚟，但係花嘅 size 就細咗好多。最主要原因係。我覺得同我搽咗啲催芽劑有關係啦。咁呢啲催芽劑呢，就係喺老花梗上邊都會有一啲裂位。咁只要搣咗佢，即係好似呢啲裂位啦，搣走面頭呢一層衣，咁你就可以搽啲催芽劑落去。呢層衣裏邊嘅呢個隱藏嘅芽仔，咁俾啲時間等下等下，佢就會。越嚟越大粒，咁有機會生個刺花芽，亦都有機會生個高芽。咁呢一枝花梗我就點咗2個，因為我將佢新換植料啦，所以我擔心佢營養上邊追唔到，所以我冇成條，冇將佢所有嘅。節位都點落去，呢支只係點咗2個，後邊呢支呢，我就將佢開完嘅花就剪走咗一部分，然後就點咗一粒，呢度只係點咗一粒。其實呢隻花款我好中意，所以我亦都希望嚟緊嘅夏天呢，佢能夠長啲高芽，生啲小苗出嚟。咁我覺得好好玩嘅一件事，佢本來都係兩枝花梗。咁睇翻今日嘅主角，如果相比嚟計咧，新買嘅呢一棵佢更加高大，嗰啲花梗更加強壯。葉亦都相對比較多，拼埋一齊就睇得出。佢兩個嘅花，嗰一個係非常之大。佢個萼片呢，顏色比較深啲。點形容呢？其實係黃裏邊帶啲桃紅色咯。
靓嘅一个品种，大花。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，就放假有地方去啦，可以去呢间度睇下。呢间铺头咧，佢喺英国都比较出名，但系好可惜咧，分店并唔多。我知道好似得三间，全英国得三间，但系咧佢好出名嘅，经常有旅游巴载啲人嚟佢间公佢呢间铺头度行街嘅。咁佢啱啱翻咗一批新嘅蝴蝶兰，呢个系其中一个品种。咁另外仲有啲唔同嘅品种嘅，质素好高，所以大家放假就可以考虑下去睇下。看看它的新花款，因为现在在英国不是周围都有花卖，货源很少啊，所以我见到有一批这么漂亮的花回来，我很想跟大家分享，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去行下啦。那好啦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，多谢你的收看，拜拜。